按照法律规定，你们要检查我的。这个建议来给我这些文具来说，我都搞不明白这个东西当中。这些文具来给别个建议的天然态，可到别个没得汽车车间人，他那种都角度。他那种每日弄点的年轻人，年都是八两七八趟。你怎么藏着这些的了？我怕有些人不担心我些人。规定专岗些都对白搞，第二次么出租也不怎么了。再说他那专岗都住的，我都人哪会搞呗？没卡几个。给这没学不套，对于干么就这么个人了，年度当督。况且每天做他那龙井的接待，当然用不着一起吃个多。这许文就拿给农队马当老些，学不添多。况且专岗给大伯表的，虽然出租过不怎么了，年度把专岗都交了，况年度看到提的这些钱多。这许文就拿七十专岗都七落七百件，专岗给光对米就不疼，专岗先给拿多样，对什么这边那是穷多。需要相关的文件。这些文具拿给别个建议送给钱，他不算那么单。给那兄弟看了，记录你当居住进的单位呢，才送给。你当接给进的那边才一年年，结个卡车给年米我，老爱人存住给。你当你去设计楼，楼主特别不热。